我很久那个勘探员没有出在湖景村了，说真的。什么隐身术？小屋嘛，那我就是，哎呦，破人啊！破人一走中间的、啊。封窗？没封窗。哪根筋不对啊？没封装在这边追我，送分比较快。一定的啊，没封装啊，那这主要就在舞台了。除非他是有志气的监管者。这边很明显，这个监管者没有梦想。认真，这位大哥。哦，张狂时间到才吃得到你哦。你想啥？我、生气呢哦，乱丢呢哦，生气成这样子。What the fuck？ 哇，那狙击。这也很不好转，你知道吗？呜呼！傻眼的他，靠窗！哎呦喂啊！这监管是不是在逃离的时候，好吧，转抓的时候，听到我直播说他没有梦想，所以他于是回来了。回来之后真的舞台啊！哎、欸，他应该是闪现没有错啦。然后切掉可能是要那个吧，传送门。好，再见。三跑就好了，不帮他四跑了。OK。